师大侏罗洲3月6号到17号与大家相约城镇走廊，让师大的学生在校园内就能买到来自嘉义的限定美食。今年是诸葛卫社文化基金会，这周系列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嘉友会跟师大师生的一个年度嘉年华，它是2016年的十大伴手礼之一，然后它的内馅有肉松、蛋黄还有麻薯、红豆沙，它很多个层次，它这样吃起来的话是就是你口感会很特别，然后而且它是甜的加咸在同一块饼干。好想买 IV 哦，加一猪萝卜好吃啊。校园记者杨鹤敏、潘俊杰采访报道。